啊，初学业障重，啊，烦恼习气深，那就修忍辱波罗蜜，要忍。啊，有忍，然后慢慢才到定，心就定了。啊，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。啊，六波罗蜜里头，忍辱精进禅定，不能忍没有进步啊，忍才有进步。啊，布施是叫你放下。啊，大乘教里有佛常说。啊，你能放下，你能不能真正有成就，就在能不能有忍辱波罗蜜。有忍才有成就。啊，有忍才能有定，有定才能开慧。开慧是成就啊。啊，所以凡事不能忍，这事情做不成功。世间法常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啊，可见的忍辱，事出世间圣贤都重视啊。啊，都认真的在学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。做忍辱仙人啊，就是在那一世他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各利王各界身体他能忍啊，所以他提升了啊，你看连成佛都不是个定法，娑婆世界先劫千佛，释迦牟尼佛原本是第五尊的，弥勒是第四尊佛，弥勒先成佛，释迦在后啊。啊，因为各利王各界身体这个功德，把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了。释迦变成第四尊佛，啊，弥勒变成第五尊佛了。啊，这个示现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们，忍辱能把我们的功夫提前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不能忍就不能得定，没有定就没有智慧。啊，六波罗蜜是有顺序的，不能颠倒的。啊，第一个是叫你放下，你放下了；第二个叫你守规矩，啊，持戒，持戒是守规矩啊。啊，你能守规矩了，还得忍辱，什么都能忍。啊，逆来顺受啊，你才会有成就啊。啊，歌利王对释迦牟尼佛，就对忍辱先生有好处啊。要是不是歌利王加给他这个五儒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机会修忍辱圆满的忍辱波罗蜜啊，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提前成佛，释迦佛感恩呐、啊。
啊，死之前跟格里旺讲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了，乔成如尊者第一个得度，乔成如就是那个时候的格里旺。啊，佛说话算话。啊，真的他成佛。啊，乔成如第一个人，第一个证阿罗汉。所以人人是好人啊，事事是好事啊。啊，我们用善心对一切人，人人是好人。用善心对一切事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什么是善心啊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啊，经题上告诉我们，清净平等觉，用这种心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万物啊，这叫真修行。修行在哪里？在生活，在起心动念，在言语造作。啊，离开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说你到哪修去？你没地方修啊！啊，圣道守理，而非为理；净土一事，而非为事。刮胡里解释的好，即即事即理。事事无碍啊！啊，事里头就是理，理里头就是事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就是华严境界。